秋华，大雄到这来啊！我得甲所有代志拢公开，我无想要恁大家哦，都继续误会杨少爷。其实当年无法度生囝的人，毋是你，是杨少爷。你嘛知影杨家，遮尔济代拢是一脉单传，老夫人后悔你无法度生囝，才会逼杨少爷去娶细姨。 啊！不过伊是真正共阿你一个人，伊无想要娶细姨来伤害你，伊真正叫人逼到走投无路啊，才会来甲我借证。你骗人！严庆怎可能无法度死？是真实的。你敢会记迄时阵，伊逐工在卖补药啊？其实迄时去找靠大夫开的帮助药。严庆，你是安怎拢毋甲我讲？即款代志关系着查甫人的面子，伊哪有可能甲你讲？ 秋华，严庆伊确实足爱你，伊今日救着高连基，会阁自杀，就会魂飞魄散。伊讲伊才会知阮家找我，甲我骗出门，这是为了要闪开你的对手。哦，所以严庆啊，假做你和沈碧玲对手，然后伊才利用沈碧玲的身份去约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若是阁骗我，我就让你死。 我会当救出，我拄则所讲的，若有百骨白肠话，我会叫雷公卡死。死了后，被我拍落十八层地下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你讲白肠，你讲白肠，我不相信。秋华，你真正误会杨庆啊！伊是一个善良的好人。对啦，秋华，杨庆哪有可能替你害死？伊听你拢袂赴啊，伊袂替你害啦。 恁大家莫阁讲啊！真正是我对不起秋华的。天成甲秀兰是兄妹啊，我哪拢唔知影？连一个肉体都无的分辨，你是咧惊啥？敢讲你是惊伊抢走你红财是？哼！啊，若是我杀死陈秋华的代志，就连李江山都唔知影。只要你唔讲，我嘛卖讲。 还佫有啥物事？什么？秋华是天成开始的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敢讲杨庆袂死，就是这两个妖兽兄妹仔设计的，因来杀死秋华，才让秀兰嫁入来。阿姨，别害怕，事，代志唔好啊啦。秀兰，你走到遐尼凄狂，是发生甚物代志？阿姨，即马外口的人拢传到足歹听的。 是，关系到咱兜的养仔话，即马外口大家嘛拢在传，讲你的媳妇讨客兄啦，唔知甲你生迄个孙。原来这拢是因设计，我来赶紧来找村长讲这样代志，回替我讨回公道。阿母，你来了遮？啊，我是想要来问天成啊。 啊，这药单吼，唔知倒一天吼，会当拆给杨庆啊，这来补身体较好啦。啊，舅妈，唔免问啊啦，我直接来摕药啊就好啊。杨老夫人，你唔是要问补药的代志？嗯，舅妈唔免问啊啦，我直接来药铺摕药啊就好啊。你是不是听到广告话啊？绝对无可能放你走。无啦，我啥物都无听着，无啦，我不听。啊啊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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